在老花一每日一答，嗯哼，臭毛的问题，月姐咋处理？看看图片吧，直接。月姐这个就是缺光啊，我看的。哇，你这个拍的也是够点意思，这是翻盖的那个诺基亚拍的吧？我估计不是诺基亚，应该是摩托罗拉 V3。擦你擦你的镜头，啊哈，就有点缺光，别的感觉是没啥。你让我现在这么目测的话，就是缺光，别的没什么了，好吧？像月季花呢，给足光照，如果说长得很密，你随便剪。月季这个东西随便剪啊，就跟老爷们的胡子一样，你只要有根儿，它基本上都死不了。给点肥啊。请问这种发黄咋回事？直接看照片吧。哎呀，老叶发黄，水大，水大，水大。我跟花友们说哈，你看这个叶子的时候啊，它从叶脉开始发黄，都知道叶脉吧？就跟人一样，那个血管，哎，只要那个发黄，一般都是水大或者肥大。你看吧，这个您这个就是水大，好吧？给足一下光照，光照给足。下个臭包，买了没几天，月季长了一些白色的东西。咦，你看这好多月季的问题。哎，喝一口再给你们聊。哎呀，话说老花，你是不是不会养月季？月季呢是个药罐子。而且月季花这个东西在我们北方，你只要是光照给足，一点事没有。你看好多花友老爷我养的月，你看多半都是因为缺光，是不是？有的花友老爷，我这是果子阳台，不需要多少阳光。哦哟，咋的啊？你只要是月季就离不开光照，月季离开光照本生病，准生病。你像要光照可以给他带来啥光合作用，这个不用说了吧，大家肯定都知道，它可以帮他杀菌。好多的时候有黑斑病了，白粉病了，都是因为缺光。老花医，你不会养月季？养什么？在我们山东地区都地栽，没有不能地栽的品种，目前不挺好的吗？就喷了点水碱，他没问别的，他说白色的东西那就水碱，这个不是白粉病啊，宝贝儿，这啥事没有，你是虚惊一场。另外上边的那个开不开的那个花苞你可以掐掉，多给足一下光照，好吧？给足光照，我看你盆也小，你可以换个大一号的盆。老花医，投稿咨询，栀子花大半年了，咋救？黄花病很严重，枝条很细，缺光，该修剪，修剪了以后记得施肥，别的没啥。不过养栀子花这个东西，你看这就这个北方人喜欢养南方的栀子花、茉莉花、杜鹃花、山茶花，这个南方的花友他就喜欢养个月季花啊，还有牡丹。还有昨天有个花友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半夜11点给我发了个消息，哎呀，我真发现哈。这个我在云南的时候没感觉，我在离开云南以后养啥花啥花死。对呀，空气环境，对不啦？一定要注意环境哈，该修剪的修剪，该施肥的施肥，该太阳给足的给足。栀子花是非常喜欢阳光的，非常喜欢肥料的，光照给足的条件下呢，你这个水呀、肥料都可以同时跟上的。咦，救救我的真正啊，叶子卷了，越来越蔫不了，这有感觉是有虫啊，感觉叶子有虫啊，感觉是这样子，不过整体看不出来啥呀。你给足一下光照，你如果说养月季的话，怎么那么多月季？我这样吧，老花医这儿呢现在也没啥事儿，你们没事的时候来山东体验一下子月季，只需要两步骤，第一步买，第二步种地上，好了，以后就负责看，不用你剪，不用你打药，不用你施肥，不用你管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你就种地上就行了，就妥了，就欧了，这个月季花就能活过去。有话说，哎，也不浇水吗？很耐旱的，它带刺儿的东西基本上都很耐旱。你话说不怕冷吗？月季-15度一点事都没有，-20度甚至都冻不死它。你话说不用施肥吗？它会光合作用，够了够了。植物会自己新陈代谢，它自己感觉营养不够的时候，自己就不长那么凶了。哎，老花医，你看这是缺树了吗？河北地区室内土用了咱家的，还用了我们家的，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了。这个就是有点积水闷根，通风差，好吧？你该光照给足了，你换完土了一段时间了，你基本上开始长新芽了，适应了，你就该给足光照，给足光照了。你老是闷在那干啥呀？有话说，不是要缓苗吗？是，很多的人都听说缓苗，缓苗，大部分都把苗给缓死了。你正常的养护啊，先上道啊，学会开车了，是吧？你这实习期你也可以上高速啊，你是老司机陪你去不就行？好了，我老花医啊，养花就这一，有什么其他养花问题记得视频上留言就行了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。